他从我儿子，他到学清华老师，因为他那时候他从国中，他有名啊，很有名，他从我带小一还小二教我，教小三教不了了，有一天他到我们家来，他就见我爸妈，我说完蛋了，已经是我每次不用心弹不好好上课，他就很严肃像这样坐在客厅里面，他说曲先生曲太太，我跟你讲件事情，我就躲在那个门后面这样像悲女一样，我说怎么办怎么办，他说你知道吗，你的女儿是天才，我爸一辈子没听过天才这两个字，我们家做生意的多低贱啊，你知道吗，真没发觉钱是最肮脏，天才怎么可能，我爸说马上拜着我们家祖宗八代说怎么可能，他说对，他说我没办法教你女儿了，现在四年级，我爸说那怎么办呢，天才怎么办，供着吗，他说不是，我觉得进最好是送他到维也纳。 我爸连维也纳都没听过，什么维也纳是什么东西啊？你知道，我爸都不知道。他说，我想要做什么？他说送去那个音乐学院去上课。所以那时候我爸爸就想了一个月、两个月，想了三个月之后，他最后还是放弃了。不然我真的四年级之后就要出国了，因为他想说，第一个他不是英语系国家，对，可能不会这个语言；第二个送我去那边之后，谁要照顾我？ 然后我爸想说，天才还是留在家里好了，所以与其送出去，把送出去钱就买了一个钢琴。钱就买了一个钢琴，这个钢琴就运到我家来了，也是一样的椅子，就在那边弹。可从此，因为我是天才，天才不用努力嘛，对不对？我就每天只要有客人到我们家来说，哎，有个天才，有个天才，有个天才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每天这样子，所以后来那个天才就坠落了。可是我们家就有一个这个琴啊，你现在还有没有？还有啊，看到都躲得远远的，吓死了。之后单位。 跟我说曲老师，你能弹几曲吗？我说怎么可能，八辈子吧。我刚刚假借说我手指还没有好，还不能弹。然后后来就今天要运化嘛，我妈就很急，我妈说华聪你哪里？我说小有耶。我妈说啊，你不是说那集是天才儿童，不是有两个人弹钢琴，你怎么不弹一下？我说妈我能弹吗？我妈说他们怎么不早跟你讲？给一年前告诉你就能弹了。我说一年前谁知道录这一集啊？所以你妈对你这个天才钢琴。 儿童还是很有，我跟你讲，一直以来大家都说，曲老师很棒，很优秀，马老师什么什么什么，我爸爸在世的时候，他每天看到我都说，你为什么不能跟他讲，你会弹钢琴，你是大家闺秀，我们爸妈栽培你，花多少，对，栽花多少钱，他就希望我可以跟他讲我会弹钢琴，但我真的后来就很排斥。我觉得那个年代的爸爸就都有一个梦，就是回到家里的时候。 女儿在家里弹钢琴，我爸也有这个梦，不然很快梦就碎。我有在弹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每次成绩单拿到不及格或倒数第二名、第一名的时候，我都在弹。所以我爸妈一回家，觉得哎，家里弹钢琴肯定成绩有问题。